Whippy 豬仔，大家好。咁我哋今日咧繼續睇翻啦 ，Montara Grand Montara 同埋咧佢哋嗰部分起嘅動感公園咧，係六月份最新嘅施工情況。時時留心即學問，歡迎嚟到 Whippy 豬仔 Channel。咁如果未subscribe 我哋 Whippy 豬仔 Channel 嘅朋友咧，記得 subscribe 啦。咁上個月嗰集咧，其實就由西北邊開始睇先嘅。我哋今集咧都試下由翻呢邊開始啦。咁上句咧見到啦，呢邊咧就係 Grand Montara 啦，同埋右手邊嘅 Montara 咧，向住呢個北邊啦，或者西北邊嘅方向咧，其實呢邊咧都見到差不多噶啦。咁我哋睇翻六月中啦，六月十八號最新嘅情況啦。而家望埋去咧，左手邊係 Grand Montara 啦，右手邊係 Montara 啦。其實佢呢個坐向咧，望住西北邊同北邊咧，佢是有些沙咧，係圍翻住個窗台嘅部分，但其他咧，你見到咧就展示得好完美啦。你見到咧佢個顏色咧，同左手邊啊 Malibu 啲顏色咧都係藍色嘅玻璃嘅。不過呢個座向咧，佢遲啲啦，無論 Grand Montara 啦，或者右手邊嘅 Montara 咧，都會有第十一期同第十二期嘅喺旁邊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座向咧就唔會話咧整到好大嘅玻璃窗或者三房咧，就係呢個座向嘅。我哋換另一個座向啦，依邊咧就由南邊咧就望翻 Montara 嘅底座啦。咁底座咧包括啦佢個會所啦，同埋再低呢咧就係商場啦。咁呢個座向望翻去不嬲咧，就係 Montara 嘅施工進度咧就快好多嘅，但係都係一樣喎，佢個露台咧仍然係包住。咁呢個角度咧望埋佢咧，見到咧啲玻璃嘅顏色啦，同埋設計咧，就同 Malibu 咧都好似。咁其實實際上啦，Montara 同埋 Grand Montara 咧，佢個露台設計咧，同 Malibu 咧其實係揸一樣嘢嘅啫。Malibu 嘅露台咧就係720度可以話。咁有三邊咧都係開揚嘅。而 Montara 的露台咧，佢就係得兩邊嘅啫，另外有邊咧係牆嚟嘅。咁各有各嘅好處嘅喎。咁遲啲 Whippy 可能出一集去介紹一下。另外咧，你見到啦喺呢個Clubhouse 嗰邊咧，外牆咧都已經整到咧七七八八。而呢個角度咧，其實就喺動感公園望翻過去啦。咁你見到咧，其實喺六月份咧，同上個月咧係差不多嘅。咁都係咧，露台部分咧係包咗啲沙，應該咧仲有啲少少工程啦，就驚咧有啲嘢飛出嚟整到隔離嘅玻璃幕牆，咁啊，所以呢個座向咧，其實同之前個月咧個情況係差不多。咁我哋再 zoom 埋去望下啦。咁呢邊咧就係Montara 啊，都係。而隔離咧，依度就係 Grand Montara。咁啊，再望翻上去啦。其實咧，會覺得咧，同 Montara 進度咧，就開始外牆嘅進度啊，就差不多噶。好啦，咁我哋換一個方向咧，就望翻呢個Grand Montara 咧，向住東邊咧或者東北邊嘅方向啦。如果遠距離望埋去咧，你會見到之前咧呢邊嘅外牆施工咧係最慢嘅，咁啊而家咧都 catch up 曬啦。我哋再望多一次啦，因为都有朋友仔 feedback 啊，就话呢排 Whippy 咧啲镜头扫埋佢咧比较快啲啊，咁啊睇唔清楚佢个单位啊，咁咧所以咧就突然间 Whippy 醒起，再慢少少咧，再影多次俾大家睇。好，咁我哋望完 Grand Montara 咧，望下佢底座嘅情況啦。依個咧就五月份啦，因為底座呢邊咧都會係Montara 同 Grand Montara 嘅出口位置啦。咁六月份嘅情況咧，見到咧佢就清咗幾多嘢噶啦。
而我哋換過另一個角度望埋去咧，見到其實呢邊咧就開始鋪緊啲地磚噶啦，已經。咁啊，當然啦，近啲呢邊咧，其實就拆緊個臨時天橋啦。咁呢個咧就係六月十八號啊最新嘅情況嚟嘅。而另外呢邊咧，其實就會有個嘅汽車出入口嘅位置啦。咁呢邊咧就變化咧同上句咧就相差差唔多嘅啫。如果佢睇翻完成圖咧，就係咁嘅樣嘅，大致上係。咁啊，左手邊咧就係、你見到有啲花槽啦。咁啊，啱啱鋪緊磚啦，右手邊咧呢度有個汽車出入口嘅位置啦。咁如果咧我睇翻上嚟咧，呢、這個會所咧上句嘅情況啊，而最新嘅情況咧，今月六月，而今日六月十八号最新嘅情况咧，望埋去咧，你见到同头先个模型咧都相差无几噶啦。喺外形方面，争啲植物咧就未铺设嘅啫。咁当然啦，就佢个呢个位置咧望上去啦，除咗呢个入口系商场嘅位置啦，同埋蒙塔华佢自己都有个住客出口去商场位置咧。咁我哋再 zoom 埋去睇下咧，见得清楚啲啦。而喺 Grand Montawa 隔篱咧，亦都系属于呢、這個發展項目的、底座部分咧，係有動感公園嘅上蓋啦，同埋佢嘅停車場啦，佢哋嘅。咁呢邊咧五月份嘅情況咧，其實之前都有介紹過嘅。咁啊，呢邊鋪曬植物啦。咁我上個月都有介紹過，佢整完大致上個樣咧，個預設模型咧就係咁嘅狀態嘅。再褪前少少咧，就有幾多樹咧就種曬喺最尾嘅位置嘅。咁我哋睇下咧最 update 嘅樣啦。咁啊，佢啲樹係種咗嘅，但系咧睇嚟咧就仲有啲植物係需要繼續鋪滿佢啦。但系望嗰啲呢邊咧，其實同個模型啦，或者同上個月差唔多啦。咁大家留唔留意到喎？呢、這個動感公園嘅位置咧，佢間唔中咧好似有啲出入口嘅喎。咁嗰啲路咧，你見咧伸咗去咧，就行咗去一啲咧出入口度。咁啊，應該咧係可以俾啲住户啦，或者工程，或者係啲第時 Grand Montawa Montawa 嘅管理處咧嘅管理人員咧出入嘅。咁呢個咧另外一個角度望埋佢啦。好啦，咁我哋好快咧就睇完啊 Montawa 啦 ，Grand Montawa， 仲有咧喺呢部分嘅动感公园咧最新嘅施工情况啦。咁啊，多谢各位收睇，下一集见。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睇翻啦 Montawa 或者 Grand Montawa 之前嘅施工情况嘅话咧，可以同呢段片做个比较嘅话咧，可以去睇翻之前嘅片啦。咁啊嚟翻 Vicky 猪仔 Channel 嘅YouTube 嘅网页入面咧。揀翻 playlist， 即系上面中间个 playlist 啦，最顶嗰度。
咁喺 playlist 度咧，其實有一集唔同嘅 playlist 咧，咁啊 Whippy 將啲片咧就分類咧就擺咗落去 playlist 度嘅，咁你可以揀翻日出康城嘅屋苑嘅施工情況咧，咁可以揾翻啊 Montara 或者 Grand Montara 甚至東邊平台咧之前嘅施工進度嘅片噶啦。但如果係你比較習慣睇翻 Facebook 嘅 Time Sequence 嘅資訊啦，咁啊 Whippy 豬仔 Channel 咧都有個group 嘅 channel 嘅，咁啊歡迎你 join 翻我哋啦。咁喺度咧，你可以有個 Time Sequence 去睇翻啦，日出康城嘅資訊噶。時時留心即學問，咁啊如果未 subscribe 或者訂閱我哋朋友咧，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Whippy Channel。